長榮嘅黃曬桂冠倉咧，舒適就唔使講噶啦。但如果你想經濟實惠少少，但又要有豪少少嘅享受咧，豪華經濟倉就係你最好嘅選擇啦。豪华经济舱以242排列，比经济舱的333就少一个座位，所以就会比较阔落，有 19.3 寸，而间距就有成38寸，比起经济舱多出5寸那么多，脚就不会顶到前面，下面还有 footrest， 而座椅可调校的角度都很大很舒服。座位之间的扶手都很阔，就算和隔离位一起用都可以。11寸的轻触式 LCD 屏幕画质很不错，最新的电影电视节目都很齐全。和黄洗桂冠舱一样，豪华经济舱配备了 USB 和电源插座，而且长荣航空的部分客机还设有付费的 WiFi 服务，即使你需要在飞机上面做事都没问题。在乘客上机之前，座位已经摆放了枕头、毛毡、耳机和拖鞋，之后空中服务员还会派发樽装水和过夜包。过夜包里面有牙刷、梳、乳液、润唇膏、蜜套、眼罩和耳塞。在未派餐之前，空中服务员就会先派发小食和饮品。至于正餐，豪华经济舱就用上了不锈钢的餐具，感觉更加尊贵和有质感了。我哋喺豪华经济舱嘅呢一个餐咧就非常之丰富啦，除咗有水果啦，有沙律啦，仲有头盘，而最最最吸引咧就莫过于系呢个鱼嘅主菜，因为斋望落去咧已经觉得卖相好靓，一定好好食啊！一啲都唔干，真系好似喺餐厅入边食紧嘅意大利面，好食。Cheers。坐长途机想坐得舒适啲，但又想经济实惠一啲咧，长荣航空嘅豪华经济舱咧就是一个高 CP 值之选啦。聪明嘅你，识拣啦。